美食卖场不分平日假日，人潮总是源源不绝。独特的会员制度，入场结账都得出示会员卡，但民众有时忘记带卡，如今有科技解决痛点。美食卖场打造线上的 App， 并结合银行的支付系统，未来出门不用带会员卡跟信用卡，手机就能搞定一切。下载 App 绑定实体会员卡，除了数位化之外，最特别的是携手银行开通支付功能，让超过250万联名卡友有更好的数位体验。你少带一张卡就很方便啊，有时候身上不用带钱，带手机出门就很方便啊。电子支付取代现金成为未来趋势，其他业者也都纷纷发展自家的Pay，像是全联有皮卡Pay，家乐福的钱包，而爱买是用集团的 Happy Go Pay。消费者他也不必要带那么多钱，他都在这个系统上面，一次跟他算完了。提高民众购物便利性，能延伸对会员服务跟黏着度。对银行来说，透过跟通路合作，冲高发卡量，创造双赢局面。三原始志雄方向 Tap 岛。